来宾都是有着不凡的感知天赋的创作者。王文兴老师是台湾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名字，嘉碧写了7年，被害的人写了23年，细细刻画了影响文坛至深的经典，他的精神与思想成为一方让人敬仰的悠然天地。阮清月老师念建筑教建筑也写建筑，但他的纯文学作品也同样丰富，不同的触媒互相影响，以小说超脱人生的常轨，在建筑里追求诗的品质与美感。今天就来听听两位文学家的人生哲学。生命会走过，故事会留下，让我们以最柔软的心灵一起来探索生命永恒的真理。欢迎收看《生命相对论》，我是杨玉馨。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我非常敬仰非常敬佩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呢要访问他们也是让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自己非常的才疏学浅又孤陋寡闻，不过很荣幸也很高兴我能够当面近距离的来向他们请益人生的问题啊，那也要感谢他们的包容和慷慨。来欢迎我们现在的来宾哦，欢迎我们的王文兴教授。王老师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王老师，我有好多生命的疑惑啊，稍后请老师为我解惑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第二位教授啊，原治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的主任阮庆月教授。阮老师你好。主持人好，那我非常尊敬的王老师好，以及现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谢谢阮老师啊，那您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我刚刚已经观察出来了哈。那这开心啊乐观的性格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啊，也是我学习的对象。那不过呢，我想啊，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哦，都有一种无意识的把我们推向了一种向外去追寻的一种方向啊，但是好像我们活到一个阶段就会感觉到哎，似乎应该要对内更智慧更核心的一个元素，说不定是认识我们自己啊。所以呢今天第一段啊，就先请两位老师来自我剖析一下，看看你们怎么表达自己，如何认识自己，而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透过认识你们也回到我们的自己身上来认识我们自己啊。那所以如果要问你是谁，那么您会怎么说呢？王老师先请好了。你要问我是谁，简单的讲我是三个字啊，教读写啊。教读写啊，那就是说我第一个身份大概是个教员啊。是。那么第二个身份是个读者。是。第三那是才是作者。教读写最大的乐趣都因为和文学有关系，而且读的占的比例最大，是教脱离不了读，是写也是脱离不了读啊，没有读的话，我个人来讲要没有读的话是绝对写不出来，是的，写不出。读就是写的训练，没有经过长期的阅读的话，也教不出什么来。是。所以教读写的话，恐怕最重要的原心呢，应该是读。是。应该是读。是。所以，这三个字要再缩短的话，那只剩一个字了啊。是。那你是谁？好，我是一个读者。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读者，用心的、耐心的、细心的去品味、去读。阮老师一样是教读写的专家了啊，来跟我们回答一下，如果要问您是谁，您会怎么说？最近我蛮喜欢读《道德经》的，所以《道德经》在讲馄饨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就是像一个馄饨的状态。它应该中间有一个核心，可是外在就不断的改变，因为这世界一直在变，你每天都在变。那可是会就是透过这外在，其实还是要去寻找你的那核心的。那核心其实是很难去捕捉的，可是我相信它存在。我觉得创作其实也有可能就是在找这个东西吧。王老师有没有想要回应阮老师在这么短时间后讲了很多的东西，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刚才你们
讨论说这个人到底啊是意义何在了，等于是这个问题啊，是人生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究竟该做什么。我想人生到这个世界来就是来劳动来工作的，那你选择什么来进行这个劳苦的工作？有人是劳力的啊，那么我个人呢，或者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呢，是选择学习。嗯哼。所以学习呢，就符合刚才我说的，是一个读者的工作。啊、是。读书的目的无非就是学习。是。长期的学习。是。这太棒了，答复这个本质的问题。老师提到的是学习，好，透过学习好来灌溉那个生命的本身。那如果回到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上来看的话，要问两个大家都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的优点缺点是什么？那这些优缺点呢，能够对你们命运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的优点跟我的缺点是同一件事。是啊、它就是我的记忆力不好啊，对，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我得到很多好处，但也有很多问题。因为记忆力不好，事实上，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记忆力是非常不好，那是我从小学就没办法背书，啊、我从小学就背除法，那造成我一些在台湾这个教育的过程很大的困扰，像英文单字我也没办法背啊，等等。是。那后来我觉得这个变成很棒，因为我不能背，我就要用别的方法去解决很多问题。是，所以有一些能力因为不能背就发展出来了。是，比如我记得杜甫的某首诗歌，我背不起来，我大约记得它整个氛围，所以我要去捕捉那个氛围，所以我会自己要去寻找一个再定义或再去把它重新铺出来的一个方式。那我自己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跟别的小孩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背得起来，我背不起来。那起先是我最倒霉的事。我现在觉得，因为这样，我得到很多优点。我想他的意思是说，记忆力不好可能是一个优点，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我个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也没有人说我记忆特别好，也没有人说我记忆不好。但是呢，几十年下来呢，我是完全知道当年所背的书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而且完全不应该背书，像读唐诗、读杜诗啊。是。当年我们背过的杜诗呢，一点美感都没有，然后也妨碍今天再回头去了解啊，因为已经麻木了你。同一首诗你也再读不出任何美感，是没错，都糟蹋掉。是、所以最要紧读书的话不是靠背书，应该是靠了解。是。关于英文单字也是一样啊，你去认它就好了，你不一定要去背它啊。认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认出一个大概一个字以后，你下次再看到它你就知道它的意思了。那我多看几次多读的话你就记得了，你完全不需要经过这个死记的过程。你多认几次跟看一个人一样，陌生人你多见几次面他就是熟人啊，你用不着每一个人我把他的脸型眼睛鼻子在哪里都给他背下来，免得将来我忘记他，没有人这样做。谢谢，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但是我还要再回到认识自己来说的话，你们为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这一生当中觉得很自豪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那对你的人生这样经验有什么样的启发？假如我这一生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对了的话，就是我到国外去以后我决心回到台湾来啊。我放弃一些机会可以在国外找工作啊，或者在国外继续这个进行研究等等、是什么原因我回来呢？我是最崇拜西洋文化的人啊，到现在我都不讳言这一点啊。西洋文化非常的高明啊，我到现在还学不完。但是呢，如果我要选择我自己要做什么工作的话，我想我当年的选择是选择对的啊。我回到台湾来，这个环境呢，可以给我充分的时间
跟自由啊，来做我想做的事情。是。那么至于说什么是我想做的事情，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读跟写跟教这三样。是是是，哇，我其实是很想要追问下去，不过时间这一段就快到了，所以我还是要请阮老师您也表达一个分享一个啊、哦、你觉得你这一生呢哪一个事件让你很自豪，或者是真的的确是一个失败但对你的人生却有关键性的影响的事件。就是有一些，不过刚刚王老师讲的其实还蛮准确的，讲到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的专业其实是建筑，是我在美国工作几年，后来某个机会就是是美国公司送回台湾，然后我是1991回台湾，92年我就自己开了事务所。我觉得整个那个10年下来，我觉得我对自己做的事情或我的生活或生命状态其实是不满意的，然后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不能做。那因为它互相干扰。大概到2002的时候，就等10年后，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大的决定，就把事务所结束掉，我就转到刚刚王老师讲的教书、读书、写书这个方向去。那个选择没有人知道是正确或错的，在当时。不过现在回头10年回头下来，我自己是回头看，我是很高兴做了那个选择。是，不，我想老师也提到，就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得到提醒，就不断的去检视我们现在的生活，然后我们也确实不断的回应我们真实的感受，然后有时候的确要做出一些选择，是，那选择背后其实需要一些勇气的，对，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价值跟信念在里面。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继续要来听一听，哎，他们有哪些兴趣，他们的专业如何培养，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生命相对论，我们这一段一开始我们先跟着镜头来进一步认识王文馨老师的生活和生命。王文馨老师笔下的故事有着如临眼前的场景细节，家变是王老师早期的代表作品，是一部以纪州庵为背景写出的小说。这里曾经是王老师幼时的居所，半世纪前是风光优美、文风鼎盛的地方，现在经过整修，成为纪州庵文学森林，重现纪州庵在台湾战后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令人心生向往。在这短暂而有限人生，真的能够去建构出或留下一些经典、永恒的价值，那的确真的好幸福，能够活在自己喜欢的生活的轨道上，喜欢做的事情哈。所以呢，我就很想要请教两位老师啊，你们是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怎么样培养自己的专业？请老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兴趣的发现应该很早很早，认得字以前已经有这个兴趣。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从小时候常常听到我父母念诗啊，念诗，是。那么，意思我不太懂啊。那么，但是诗的这个音乐的节奏呢，可以了解，可以欣赏啊，可以觉得好听啊，觉得好听。是。所以这个兴趣呢，应该是先从韵文开始。是是。诗的这个押韵的韵文开始。是。从前因为生活比较苦。像今天的很多的一些课外的活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参加啊，比如说音乐课了，美术课了，这我们从小到大听都没有听过，其结果就会所有对艺术的喜欢呢都会范围就缩小到只能限于文学文字。那老师在专业的培养，从你兴趣走向专业，成为一个文学家、小说家，这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这过程啊，有没有比较重要的关键？开始的确，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该有的训练啊。我也是比较性的说，比起现在的年轻朋友来，是，至少在国外啊，我看到儿童的文学的训练啊，那跟我们真是小时候真是天差地远啊。前一阵子我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英文的儿童的课本，是给10岁小孩读的，
小说。我看了一下，里边明白的写一个字不改，不是简译本啊。他说我们这个是原文的原本，给十岁的小孩读的。回去我看了啊，在我看来那些根本都是深得不得了的文学作品。是。放到大学的课程里面一样可以教。是啊，所以可想而知呢，就是国外的十岁的小孩读的文学已经是我们的大学外文系的文学课程了。是，所以老师发现了这个东西方的差异。那如果要说再回到专业上啊，您觉得时代不同，以至于训练也不同，您觉得您在早期没有受到这么好的教育的机会，那么如果到现在来看，您觉得回头来看这一条专业的路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刚才讲过，所以等于我在高中以前就没有真正的该有的正规的文学教育，很有限啊，很有限。那么到以后呢，我个人是进了高中以后，学校也不够，给的也不够，是我自己找的。是。那么怎么找呢？幸亏我的学校呢的图书馆里头啊，是有一些纯文学的书本，是，而且是英文本啊，所以当年呢，因为实在找不到书可念，就发了狠，就想走这条路啊。当然，我同班的同学跟我想法的也很多，大家都想，那我们直接看原文，所以开始只能跟语言奋斗，只能靠字典啊，只能尽量挑啊容易读的啊，尽量挑容易读的。当年我记得我们比较觉得容易读的是一些欧洲文学啊，翻译成英文的书本啊，是这种的翻成英文的英文呢啊，就比啊原来用英文创作的英文呢要容易读一些啊，比较好读。您还会觉得有什么样的瓶颈吗？有，还是很多啊。那么当然我现在回头看，比我中学时候我克服了很多啊，等于爬了很多山啊，都克服过，但是眼前还是有跨不过的啊，跨不过，我到现在也很苦恼啊。是啊，第一我经常跟人坦白说我读不懂莎士比亚。终于有人讲出这句话了。对，莎士比亚的sonnet 可以啊，但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常常我觉得困难万分啊。是。我不懂的还很多，我读不懂 Milton， 我到昨天还在奋斗啊。我经常拿起这个《失乐园》（Paradise Lost）， 是啊，然后我这个乐园对我来讲永远是失乐园，我不能懂啊。是。这绝不等于我否认他们，而是说我还在努力。哇，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心里觉得得到一种安慰跟一种力量，原来王老师也有读不懂的东西啊。那我们读不懂那也没关系，但是更重要是要努力积极更用功的学习啊。我这一段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有偶像吗？心中有崇拜的对象吗？刚刚王老师谈到西洋文化啊，那老师如果要具体的讲有吗？有，也是很多很多啊。写得好的作家啊，艺术家当然都是我的偶像。是。其中大概要选一个人的话，那我就选弗洛拜。是，为什么？一来是他的文学精美度啊，是大概是最高的，最高的。然后他对文学的这个坚持跟严肃的态度啊，也是最高的。是。他把文学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是。哇，的确，这个稍后我要继续来请教老师哈。那阮老师您呢？
我事实上只要谈偶像也一样是艺术家跟作家了，那如果说也是很多，就是他事实上就整个像一个血脉这样子传下来。如果真的要挑一个，我会挑杜斯托耶夫斯基。是是是，对，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好像就是一座大山，就是你只能抬头看的一个大山。他在面对文学，他自己的生命就是相当惊人嘛，哈，然后他怎么坚持他的做文学这条路，是他个人经验就很值得敬佩。但我觉得他处理文学的时候，在文学的时候处理关于人的内在、人的黑暗，以及在里头他跟上帝不断的对话、咨询的这部分，那个力量跟勇气，我觉得都是很惊人的。所以学习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信念啊、跟价值啊。好，那么我们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啊，然后等一下继续来听阮老师，那他又有哪一些宝贵的经验跟瓶颈，他如何突破的？马上回来。回到生命相对论，在上一段我们听到王老师的奋斗和学习啊，那这一段要特别来听听阮老师，那您的经验呢？你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如何培养自己的专业？在专业的这条路上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那您如何突破？其实发现兴趣，这其实那应该是从很小就会开始，不过那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意识的，所以可以倒过来说是兴趣发现了我，然后你就开始跟他有一个互动，那这个是很有趣的，就是有些是因为小孩子无论如何还是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你总是会被某些东西吸引，你是很没有意识性的。是，那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读书，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这个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是在我小学一年级刚进学校，大概没多久就生了一场大病，是非常非常严重，就几乎那个医生已经说要。就说要回家了，对。后来我父亲再改送个医院，他们误判就救回来，然后我就被丢在医院，好像一个人丢了很久。因为我父母还是要照顾家里啊，所以我一个人。然后到最后终于可以出院的时候，就我父亲来带我，然后他就好像觉得要弥补我什么，就说：“那你可以说你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才刚刚进小学，我跟他说我要书。我说我要很多书，我还记得他表情，他有点惊讶，因为他可能期待我会说糖果啦、玩具啊，结果我居然说书，那个对话的场景我还记得。然后回家的时候，真的他就买了非常多书，然后我非常非常高兴。那这个印象很深刻，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可是这个就那个应该就是我的兴趣，可是兴趣从哪来的不知道。那它存在，那这东西。可能到后来，然后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会有一个被派到一个专业开始发展生涯。不过你原初的那，我们可以说初衷吧，那东西还是永远会在。那东西就是到最后，我觉得那个最后你怎么去回头去面对你的初衷，就是所谓的兴趣这个事情，其实是还蛮重要的。那我要接下来问，回到我们今天很重要主题，就是文学啊，很多年轻人会说：“哎呀，我对文学就是没兴趣。”哎，我这没办法，我读了我就打瞌睡啊。这个问题，老师，两位老师怎么看？其实王老师刚刚讲的，就是像那个写给小朋友的书，在不要低估小孩子的阅读能力，就是像大人跟小孩可以念一样的书，他有不同的见解，只要是好的东西都可以看，而且要很早就开始让他接触。是。那假如现在我们谈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就是太早，有些太早给小朋友看，可是就让他们看所谓小朋友的书，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你就是把所有东西给他，他让他自己去挑，他要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不要帮他设想他该吃什么。那要更早的开始阅读，因为文学其实是一步一步进入的一个殿堂的过程，登堂入室的过程。他不可能你没有登堂入室，你不可能进到最核心的那个。这个核心的那个价值的地方，是是是，不可能一触即成的。那这个一定要从小开始。那最重要还是要快乐的阅读。那不一定是为了知识，不一定是为了目的性。那个目的性先抛掉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有让他快乐的那个，一定要从那边开始。那假如说太快的，比如说你就规定说这10本书是每个人都非读不可的，那有的人可能就一下子被卡掉了。
所以意思是有一些人确实不适合读某一些书了。有如果他的能力或他的生命经验，好像我们读好多的作品啊，这些经典文学都觉得很感动，很有触动，很有感受。可是有时候青少年就跟你说，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状况是有的，怎么办呢？这几十年来呢，小孩子幸福多了，儿童幸福多了，就是因为这几十年以来，世界上的普遍性来讲，儿童文学非常的进步，非常的发达。嗯嗯。那么这是从这个安徒生童话开始。是。啊、是那以拿这个安德森来做例子呢，他的童话呢，不但是儿童文学，而且是极有深度的儿童文学、嗯、啊啊、他只能说呢，他开创一种文学的类别，这个名字刚好叫儿童文学。嗯哼哼。那么他的这个类别有什么功能呢？就是，也适合儿童看，但是呢，大人看的时候呢，是当他作为幻想文学来看。啊，所以我们也给他另外一个名字，他不但是 children's literature， 他也是 fantasy。啊、是 fantasy 的 literature、啊嗯、大人就当他是幻想文学来看。是。那么这一类的文学呢，在20世纪现在是非常的蓬勃，而且效果成绩非常好。那么如果把这一类的文学给小孩给儿童读的话，他们就有一种发出于他们本能来的一种喜欢。嗯、这是这样的喜欢啊，人数太多了啊。目前的中年的作家，大概啊，在国外中年40-50岁的作家呢，都是从这个阶段训练上来的。嗯，啊，从小他就是从这个阶段里头经过过来的。是。你说像《爱丽丝梦游记》啊，嗯，是儿童可以读，可以进入，他也很幽默啊。那你老年人很多人读。或者我今天再拿来，我偶然读一段，我都很高兴，是、啊、都很高兴，也觉得他写得很好。是，哇，太棒了。那阮老师有没有补充？基本上我觉得那个王老师讲就开卷有益了。那其实不要的文学的成分有的强有的重，那每个人事实上能接受也不太一样。是，就像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比较教艺术跟设计类的学生，像很多他们是偏视觉性的，他们对视觉的反应是比较快，所以像漫画书啦，比较图文书那部分，对有些小孩是吸引力更大，就是阅读里头它其实以文字做基础，但是它同时有视觉性、音乐性这些部分。我同意刚才这个阮教授讲的。有些他的学生啊，从这个漫画开始，嗯哼，这也是近代的现象啊，而且跟儿童文学有关系，就是漫画跟诗或者跟故事常常结合成一体，是啊，结成一种新的艺术，嗯哼，这个新的艺术成就也很高，所以是可以靠这种的啊，图文并茂的书。啊，图文并茂的儿童文学啊，来把小孩带进来。是啊，带进来。哇，老师提点了我们一点很重要。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们啊，整天读小说没有意义哈，然后读漫画书更糟糕，啊、都不用功。哎，老师今天两位老师都破解了哎这个家长的迷思啊。有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好，不过事实上他们都是透过不同的形式去讲述生命的意涵。去表达生命的意义。那另外是这些小说故事都常常描写着很深刻的人性的问题，人命运遇到了好多的挑战困境，那到底该怎么办？小说跟现实人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